今日食啲咩？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系香港小食，星爷臭豆腐。包你食过翻层味，食完一嚿又再一嚿，臭喷喷、热辣辣嘅豆腐，口感一流，再配埋包菜同埋辣酱，简直就系贵族同浪漫嘅结合。而家仲可以原隻臭豆腐买翻去炸，仲等咩喎？朋友，即刻攞起部电话喺 WhatsApp 度 order 啦喂！Thanks for watching everyone， 多谢观众，我是 Last Renato， 记得订阅我频道，跟住咧就揿埋嗰个小钟，有新片 upload 嘅话咧，你哋会收到噶啦，仲有将条片咧分享埋出去，俾更多人一齐嚟观赏，然后揿埋个 like， 有啲咩意见嘅话，可以喺评论度咧留言噶，好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